今天要介绍的是这台 Gogoro 的电动机车，伊是新的车型，叫做 Gogoro 2 Premium， 这台是79,980 块的车型啦吼。唔对哦，今麦是84,980 块啦。嘿啦，电动机车龙头 Gogoro 四月底发表新年式 Gogoro 2、Gogoro 3系列车款。强调增加万元配备却不涨价，校正燃油机车业者。没想到时隔不到两个月，当初四款升级不涨价的车型 Gogoro 2 Premium、 Gogoro 2 Delight、 Gogoro 2 Delight ABS、 Gogoro 3 Premium 竟偷偷涨价，还一口气涨了5,000元。热心读者向苹果爆料，说他等 Gogoro 联名卡合下来后，正准备购买的那一刻，收到了这讯息啊！还翻出 Gogoro 产品长彭明义前前设防指称，作为电动机车领头羊，维持旧定价，提升竞争力。打脸说，我差点以为彭明义离职了。官网上这四款新车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、铁铮铮的事实啦。那当初说的升级万元配备究竟有哪些？还是来回顾一下喽。他做了哈近万元的改变了哈，还有配备的升级。在中柱上面，他也做了一个断电开关的装置哈，你架起来它就断电了。你看这里已经从链条变成皮带了，那因为之前链条呢被公干了，保养不容易啦，容易脏啦，顺应民意就改了个皮带的装置。动力上也做了一些出力的改变，它的马达出力呢从原本的 6.4kW 现在呢变成了 7kW， 里面改了一个叫鞋子齿轮的装置，骑起来就比较没那么大声，比较安静一点点。Hi Siri， 有了，解锁我的 Gogoro。Hello， 对于这次无预警涨价 ，Gogoro 你怎么说呢？苹果新闻网报道。